建议内地去这增加一个叫一年制的硕士课程，以对应这个双需求吧，就是一方面是企业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第二是本科生对于这个去进修的需求吧。内地的硕士一般是三年制的硕士学制可以保留成为连接博士课程的研究型的硕士，推动一年制的那个硕士主要还是应用上的实践上的一些高级的课程，让本科生能尽快的把掌握比较好的比较高的比较专业的一些技能，好投入到产业企业去。